就是小孩子开心的时候，他讲，所以现在你们回到从前，你现在只是三岁到五岁罢了啊，所以你会讲这种开心的时候，我们会说 very good very good， 耶、yeah! ！啊，一二三，一起做 very good very good， 耶、yeah! ！来，再来一次 very good very good， 耶、yeah! ！我们用华语可以吗？可以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耶、yeah! ！再来一次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耶、yeah! ！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深呼吸吗？那大家来感受一下，怎样做深呼吸？把你的手放在你的肚子，然后深呼吸。所以你呼吸的时候，你的肚子是这样长的，好像气球这样。然后你尽量把它，吐出来那个气，废气吐出来。来，再来一次，吸气。然后你哈出来的竟然有声音，很放松。后面朋友可以听到哦，可以哈。OK， 来再来一次，吸气。然后这次我们吐气的时候，我们就笑出来，可以吗？来吸气。再来一次，吸气。嘴角上扬了，对吗？你的肩膀也在动，你的身体也在动，所以笑多一点对我们的消化系统是很好的。因为当我们笑的时候，我们的我们会吸比平常超过25%的氧气，所以会到我们的脑部，我们的血液循环就会更顺畅，提高我们的免疫力，所以。笑多，你心情自然好，对吗？是，很好。那我们的第一个动作，我们有一个打招呼的笑，因为爱笑瑜伽是从印度来的，所以我们有一个打招呼的笑，就是我们的 Namaste Namaskar。那我们跟朋友，请你上来一下，跟我做互动一下，我们demo 给他们看一下。所以我们会做 Namaste Namaskar， 可是你不需要讲什么，你就看着对方，然后你就一下，对，然后我要你们互动，最少跟五个朋友做，好吗？可以吗？来，一二三，开始！握手的笑也是像刚才这样，我们握手，可是呢，也是要有眼神交流。那我不是说叫你以后去跟人握手就大笑，但是你当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你会记得，哎，我要嘴角上扬，会笑，给你一个remind， 就是一个
提醒提醒哈，你就可以在你伸出手的那一刹那，你就开始笑，因为你从心里笑出来。我们很多时候是假笑、皮笑、肉不笑，所以在爱笑瑜伽，当你做多了之后，你就会慢慢的就会从心里笑出来。来，那么我们现在会做我们会做两个动作哈，就是第一个是一边手，然后我顺便做双手，然后还要摇一下，运动嘛，运动嘛，所以要摇一下。然后如果你还要开心一点，就好像小孩子这样跳，可以吗？好，来，我们一二三，开始。Yeah!
原谅了吗？可是你不知道对方有没有原谅你哦。然后你的声音讲 OK 很好，然后你要笑，你要笑。Very good, very good. Yeah! 非常好，非常好。
气，吐气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我听懂了，吸气，吸气，吐，谢谢大家。ไหนคุณฝั่งกินเชียวนะฮะอ่าที่คุณฝั่งกินที่ไหนเชียวนะที่แหลมหอยนี้มาได้ไหมเราเตรียมพื้นที่แหลมหอยนี้มาเชียว